最近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仿真的玩具猫，听说它可以像真猫一样呼吸，特别神奇。终于收到货了，让我来看看质量怎么样。这个毛绒的手感也太好了吧，耳朵还有温度，鼻头粉粉的好可爱。山竹嘛，质量也过关。不过最逼真的还是这个尾巴，竟然可以自己卷起来，还能甩来甩去。如果眼睛也能睁开的话，五星好评必须的。大佬，我错了，您继续睡哦。洗澡干净啊，乖哦，乖哦，乖乖乖乖。你错了，臭了，臭，你看，猫球。猫绳，还有一只小母猫，母猫。Three, two, one，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。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。我喜欢你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，请你准备好。干啥呀？我妈不让我跟你玩，不让我跟，玩。玩小哥哥，我的妈！好，穿好了，快点上厕所，手不能放下去的哟，脚也不放下去哦。哎呀，真乖，放下去有细菌的哦。对不对呀、啊？苍蝇们都说了，都很关心你的健康嘛，所以你要讲卫生啊，宝贝。你还不生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有样的我，吃猫肉信不信？啊？不服？